电影现代农业科技的进步新知，它是主要展示的是西北还有西南地区的特殊的种植还有人文文化。这边呢就是一个立体式墙面在里面，放满水培还有机制培种。五组在这，你看芹菜这泡沫板里头都长出来了。芹菜炒肉，我们来到那个五组栽培馆了啊！看看身后这个芹菜，底下全是没有土，就能长成这么高。这瓜是做出来的，这真的压得多大呀？这是真瓜吧？嗯，这大小啊，这是。这是不是那个？宋峰使那个山火焰山那个扇子啊？哦，不是，它芭蕉扇是不是？不是，这个是。找着了啊！终于找着芭蕉扇了啊！看一下，这个是芭蕉扇。王老师，你看，它是缩起来了。哦，不是，它是碰到你说话，它不，一吹它咋一个人？你看，王老师，他多久恢复啊？啊，看起来人没了，人走了，他就看着了，就自己就开了。多久他花盆呢？是一个，我以为人咋上去？这边呢，就是一个芹菜农业科技展示馆，它是主要展示的是西北还有西南地区的特殊的种植还有人文文化。这边呢，就是一个立体式墙面在里面。我们到嘉峪关了啊！这个就是原野绿洲，它是以陕西陕北为代表，上面的结晶，对面的。我要上新疆了啊！它是当地的宗教文化信仰。嗯。感受一下子，上新疆坐下。顶上就是葡萄了，旁边一座想吃葡萄的人。这个是都是植物种子做的啊。黄豆、红豆、白豆子。可以了。这是什么做的？这是玉米面。玉米面啊啊！玉米面搅就杂粮啊啊啊！这一搅啊，这是搅团。搅团要好，要72搅啊！搅72圈啊！这把刀有特点的，顺把的。你看一眼这个旅游的地方啊。